哎，朱总，你几点了还不来？东西在这乱丢。什么呀？哦，照片啊，这是。哦，我操，这太可疑了呀！我操，这咋还来人了呢？我就静静的听你瞎扯。可是今天下午我热了点呗。啊，明天。明天。哼，明天应该也没有，明天还是。啊。那个，这地有点滑，你们聊。等会儿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是不是给朱总装窃听器了？不是，我没有。哎呀，我没装。不是，这是你吧？啊，你手里拿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不是。好啊，朱总，看看，光天化日下干这种事情啊？不是啊，我没有啊。他是我的人啊，我会全权负责。但是这个人哈，我建议立刻开除。不是，行啊。这件事情我会解决，你先出去吧。行，那朱总我就在外面，你有事儿叫我。不是，嗯，朱总，我就是看这个照片在地上，我就说想着给你捡起来。我平时让你去我们家住，你都不去，你现在跟我来这套是吧？哎，不是啊，朱总，我就是进来拿个东西，我也没想到就发现了这个。拿东西？啊。好看吗？好看，看够了吗？看够了，看够了，出去。哦。